水，团结在我周围。团结在红包周围。你们是不是背着我有个群？是我哥的群，不关我事。有没有人在群里说我坏话？不告诉你。血浓于水，团结在我周围。团结在红包周围。哎，你们是不是背着我建了个群？来吧，是不是领导建了个群？别影响我，把我拉进去呗。这是个妇女群，你进去干什么？我是妇女之友啊。滚！什么妇女之友？你赶紧的，赶紧，半天不发红包了，快发也发大点了，那几分钱糊弄谁呢？快去，快点。哎，你老婆可比你大方多了。现在咱们家的斗争形势是越来越严峻了，四个人有四个群，我觉得这挺好的呀，这样可以多沟通多交流。你看看，哎，我觉得这一群应该改名叫震惊群。